模仿马来西亚人拿包裹尴尬日常。夹笑诶，七早八早就来交保险了。Wei family kan? IC belakang. Mana? Belakang mana ada IC? Tipu lah. 5199. Nah, saya sini. Sini ya? Sini. Hello? Hello? Sini parcel delivery ya. Saya sudah sampai guardhouse ni. Sekarang tak boleh. Saya cakap bayi. Tengok ada bayi bu ni. You boleh naik tingkat 81 ke? Wah, macam ini ya. Kelah, kelah. Wah, bayi besar ni. Hello， 我的 EDY 新人包裹嘞？啊，那个，那个我已经送去了咯。你的家不是在麦当娜旁边的吗？啊，对啦，在麦当娜旁边吗？啊，这样对了啦，你 check 你的 proof of delivery 看。哦 ，OK。啊 ，Mr， 你从中国集运的EDY 新人包裹哦，已经到了。啊，这样你丢进去就可以了啦哈 ，Thank you。啊？用丢啊！对对，丢丢。Mister， 你的家的门很高嘞。很高，可是你丢不了，就是丢不了。可是这个包裹里面是玻璃来的嘞。我跟你讲了，丢不了，丢不了，丢不了。我这个 postman 啊，叫他丢还真的丢啊！哇，包装这样美啊，我东西还没有坏。当然，我们 ET 外星人集运就是这么的牛。我们的包装非常安全，非常的厚实，以避免物品被摔坏。通常我们上淘宝买东西，物品都会先送到中国国内的仓库，不管大件、小件、地区限制还是敏感物品都可以哦。只需要大概4到5天的时间，你的东西会安全从中国飞到来马来西亚，甚至还比本地发货更快。想要知道关于 ET 外星人集运，请在评论区找他们。喂，安迪，大家干燥干燥喽！大家干燥了，那么想要悉尼吗？黄悉尼。